哎，贤，先别烦了，我要亲吻沙弟了。弄这个干啥？弄这个沙弟的不行。你听谁说？我在家没有这个。俺这边祖祖辈辈都是用的这个，下次给妈妈打电话，给妈妈说说，让妈妈也用这个。好，我给她说。这钱，你不要烦了，你去买点台面，我要是给他打扫。Pegsy, let's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some vegetables. Okay.你那头的菜面暖的，就买那么几颗。等着培训，咱这长成的种吃了，咱不就摘点去？等着长熟了，咱上去摘点吃吃算了。这是这是适合的。我吃早饭。培训，我可长时间没吃酸面条了，做点酸面条啊。黑子，你喜欢 water。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。黑子，张强，来吃饭，饭好了。啊！你这边早了还不来了？孩子，你说吃饭？快一点去。好。
子。晒好的衣服，你别嫌，先吃。菜种多了吗？种好了。好吃不好吃？这酸梅汤还是媳妇做的好吃呀。没你做好吃。